师。诸位同修大德，非常感谢大家从各地远道来参加今天的馆长往生七周年的纪念日。这一次我很抱歉没有能在学院恭迎大家，这是由于一月份我到日本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以后接着呢访问了香港、新加坡、古晋、印度尼西亚。那么在印尼，感受了一点风寒，所以回来之后，身体一直不舒服，现在还在休养之中。我看到你们排的节目单呢，有我下午讲经呢，恐怕，这一次讲经我要找人代理了。在经验当中，我要向诸位贡献的，在过去确确实实我是把年龄我忘记了，这个是苏和的大意。毕竟接近80岁的人不是40-50岁这个工作的时间呢确实是要控制，在印尼确实是超过了体力，当时没有感觉，回来之后这才觉得问题出来了但是没有想到，我认为休息一两天就可以了，没有想到休息这么多天呢，还是今天是好太多了那么还得要休息几天。我要告诉诸位的，我们刚才看到馆长往生前这12个愿望，那么他希望的就是正法求助，弘法利身希望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给社会做最好的榜样。那么我这么大的年岁还要参加一些国际上的活动，宗教族群的活动这为什么呢？诸位一定要了解我参加活动之后发现每一个活动里头我都是年岁最大的，
与会的人都比我年轻，那这么大的年岁了，来干什么？在日本冈山开会，我也与会大众说，也说得很清楚。问题现在这个世间最需要的是什么？诸位都知道，需要安定，需要和平。佛的四义法第三条教导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佛讲的话是原则，是原理，句句话都是合的。它确实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在此时此地对我们来讲，了义就是安定和平，世出世间一切法的基础。没有安定和平的基础，决定是一事无成。所以安定和平是我们今天大乘教义里面的了义法，我们要认识清楚。求安定和平的心愿每个人都有啊。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将近70年，每一年不知道开多少次的会议，可是和平好像越来越渺茫，动乱频率年年在上升，灾害年年在加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许多人都在寻求如何化解冲突，这个意愿是正确的，方向是正确的，可惜他没有找到冲突的根本，所以这么多年的努力见不到效果。我说我是为这个原因来参加这些会议，讲我自己这50多年学佛的一点心得贡献给大家。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冲突的根源就是自信与习性的冲突。自信是佛性，是本性。大乘经教里面佛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现在是不是佛呢？见性的人决定肯定一切众生现在是佛，一点都不假。诸位如果是细读楞严，你就明白了。
啊，为什么说你现在是佛呢？六根的根性就是佛性，你没有离开。啊，可惜的呢，是你自己迷失了自信。啊，虽有自信啊，自信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够当家做主。啊，另外一个妄心在做主，这个妄心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啊，但是佛看你的真心，不看你的妄心。啊，从真的来看你是佛，从妄的来看你是众生。啊，佛跟众生差别了，一念觉迷，一念觉众生。立地成佛啊，一念迷呢，这才堕落为众生。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我们修佛没有别的，恢复自信而已啊，信德是圆满的。华严经上说得很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每一个人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有究竟圆满的德能，有究竟圆满的相好。啊，人人平等，没有一丝毫欠缺。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状况好像不平等。那是个人迷悟差别不同所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相。啊，中国你看儒家教同盟，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本善就是佛性，啊，本善不是善恶的善，啊，善恶的善呢已经不善了，那是习性。我们学佛要把这个目标认识清楚，啊，怎样恢复性德，这一句话就是宗门里面所说的，啊，如何回归到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就是真心，那就是法身。这才是我们学佛真正的目的，这才是真正解决一切问题。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就在觉迷。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只要把妄想执着放下，你本来是如如佛，你现在还是如如佛。啊，所以我们的亏是在妄想分别之处。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三大类烦恼里面，这叫无明烦恼。啊，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三种烦恼放下，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这个我们要懂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诸佛如来千言万语
千经万论的，没有别的，唤醒我们而已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头呢？就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一般讲习气太重啊。实在说，古德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在九法界，在六道里，这是个大染缸，染的时间太长，受的害太深，当然不是短时间能够回转得来的。何况我们是这个求学啊，讲到这个求学问题也很大啊。求学，印光大师说得好，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我们对老师沉静心不够啊，对老师不是表面恭敬，表面恭敬没用处啊。沉静从什么地方表现？从依教奉行啊，可依教奉行也不是容易事情。依教奉行之前，一定是深入经藏，深解义趣啊。你不能够深入经藏，不能深解义趣，你谈不上依教奉行啊。所以这个就是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们有没有认真努力，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啊，我学佛有这么一点成就，啊，确确实实得利于张家大师啊，这是第一次的开始啊，所谓是先入为主。我跟诸位讲过多少遍，我第一天跟他见面，向他老人家请教学佛从哪里入门啊，他教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那我问他从哪里下手，他叫我布施啊。第一天我们见面坐了两个多小时，就说这几句话我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今天我教你六个字，你好好的去做六年。我真做啊，做了真有感应的 啊，所以以后其如金藏之后才晓得，看破放下是转凡成圣的秘诀。看破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的明了啊，放下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恢复到心底的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的真诚心自然就现出来了。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大菩提心，一切众生人人具足，不是学来的，是你自己本有的啊。现在可惜被妄想分别执着盖覆住了啊，虽有现不出来了现出来的呢，恰恰相反，真诚变成虚伪，清净变成染污，啊，平等呢变成功高我慢，啊，这个正觉变成愚痴，慈悲变成自私自利，啊，所以这都歪曲了、扭曲了，啊，它确确实实是真心啊，它不是妄心啊，
啊，我们错用了。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根本找到，首先从自己本身做起，本身我们要求社会安定，要求世界和平，不要求别人跟我和平，要求我怎样跟别人和平，这才能求得到啊。孟夫子所说的心有不得，反求诸己，你才真正求道，都是讲的内修，讲的心法，不能在外面求，外面求是永远求不到的，今天大家求的就方向搞错了，不知道向内也向外。所以我在冈山跟参加国际会议的这些人交流的时候，我告诉他和平应该怎么落实，应该把过去错误的观念转过来，过去什么观念是错误，过去我们总以为我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不会有安定，和平永远不会落实。我说我们要做个转变，别人都是对的，我是错的，别人错了也是对的，我呢对了也是错的，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过来。那些人听到之后的时候也很感动啊，也都觉得很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一定要做到，我们肯能做，肯做，愿意做，就是我们对于现前这个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做出最大的贡献。佛法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会议桌上啊，再谈上300年，恐怕世界毁灭了，和平也不会兴起，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你本身做的时候，你自己会得到很大的受用，这个受用是别人没有法子体会到的，我是我这些年来，我学佛只念慧老师，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就跟李老师，我有这么一点成就，没有别的，我尊师重道，我依教奉行，我不顾别人的批评，别人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境界，他说他的，与我不相干，我入境界，我自己的好处，我自己的利益，我跟他讲他不相信，不必再浪费这些口舌，自己好好的修学，烦恼轻，智慧长，这是肯定的，古人讲啊，这个世间100个人当中有1个人觉悟，整个社会就转变了，能转娑婆为极乐，我们愿不愿意做这个100人当中的1个人呢？只要自己真正肯做，世间确实还是有善人，我们在世界各地都遇到，只可惜没有人去带领他，这些善人看到今天的社会都非常灰心，都非常失望，所以必须要有人去鼓励他，去劝导他。
啊，那么我们今天参与这些工作啊，就是为了这个，绝对没有自己的名闻利养啊，自己这么大的年岁了啊，就如同我当年亲近李老师啊，老师的常说，我亲近老师，老师70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该死了，该走了，这老师常常给我说的啊，我今天也到他这个境界了啊，我今年78了啊，换一句话说，套李老师的话说，早就该死了啊，还在这个世间有什么好留念的啊，还有什么需求的，晚缘放下了啊。学校送给我的这个荣誉博士啊，荣誉教授啊，为什么要接受？校长来劝导我，希望我参加国际的这些和平活动啊，这个活动多半邀请的是学者专家啊，很少邀请宗教啊，他送我这个头衔是希望我参加这些国际活动，能把和平的理念告诉大家啊，我这样才接受啊啊，否则的话的是，如果好名，韩馆长当年在世的时候，他的表哥钦度法师在日本就给我说了好几次，哎，净空法师，你要不要搞个博士头衔？他说我到日本去给你搞两个，很容易呀，不是，我要这个干什么呢啊，我们知道在台湾这个应顺法师那个荣誉博士头衔就是钦度法师给他搞的啊，他跟日本的各方面的关系都够，我的师父不要，我如果要的话老师会把我开除掉是是是所以这个是名闻利养啊，我们决定要远离，沾都不能沾啊。那么最近接受的时候呢，是因为确实有这个必要啊，参加这些活动，把我们这些理念告诉大家。那么讲到最具体的，我特别要给诸位同学们说明，古大德常说，若要佛法心，唯有生赞生。我们把这句话推广，如果全世界的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都能互相赞叹，那和平马上就落实了，你们想想对不对？如果任意的批评、任意诽谤，这个世界永远是动乱，永远是不安，永远没有和平。所以我特别这个提示许许多多人，我们要学人祝福菩萨教导我们，不念旧我，不憎恶人呐，不说人过，这句话非常重要。你看净业三福啊，佛教的我们修行的纲领，他把口业放在第一，一般经常都是身与意这样的派法的，无量寿经不是的，无量寿经是善护口业第一。
啊，不及他乎？善乎深也，善乎易也。啊，你看他这个排列，这个排列意义很深很深啊。所以真正修行，我们要重视口业啊，决定不说别人过，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安定和平就做出真正有效果的贡献。如果任意批评人，任意回报人，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制造纠纷，破坏安定，破坏世界和平，这个罪就大了。所以我读地藏经啊，经上说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最初读这个经的时候好相信，他没那么严重啊。啊，佛经说的是不是太夸大了？现在想想一点都不夸大啊。为什么呢？你一个不善的念头，一个不善言语的批评，你就破坏世界和平，你就破坏社会安定，你想你这个罪多重啊。所以古人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啊，江老师这个地狱变相图画完成之后啊，我有义务有责任来做一个详细的讲解，我把它当作一部机来讲啊。那么就是这个，我想我这个身体几天恢复之后我就来开始啊，先把这部东西完成之后我再续讲华严经啊。希望这份东西是能够很快的流传，能够警惕我们自己心善念头善行为善。这是十善业道经里头最精彩的开始，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念佛才能往生啊。如果心行不善，一天纵然念200,000声佛号，也是古大德所说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什么原因呢？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啊。那样念佛不能往生的，不是每个人呢念几句佛号就能往生，哪有那么弄的那样便宜的事情啊。啊，一定要改心啊，要改念头，要改行为啊。我们以这个来纪念韩班长，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一桩事情，这也是韩班长对我们大家的期望啊。我今天讲的话呢就到此地，谢谢大家。